大家好，我是 Sunny Delos， 跟音速死马的小个。像我这个年纪呢，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玩什么枪与玫瑰啊，还有罗斯密斯啊 ，Mr. Big， 其实跟大家都一样。那只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比较想，那我玩一下就是爵士乐，就是想要就是玩点不太一样的音乐。然后，但是学了爵士吉他以后，发现再怎么练也没有人家厉害啦。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就是想要朝不太一样的地方发展。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听了 FX Twins 啊 ，Square Pusher， 然后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两种东西，就是爵士乐跟电子音乐融合或是变化？所以我就做了不太一样的表演跟现场的方式。当然一开始也是就是弄得蛮鸟的啦，如果大家有看过是几年前应该就知道，对吧？那就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想新的方法，以及就是更新一些有的没的器材，然后就慢慢的变成现在的这种风格。大概是这样。好，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的硬体的器材，罗兰的 EF303， 它是一个 sequencer 的 effect， 蛮怪小的，对，现在都看不到这种奇怪的东西，以前罗兰超多奇怪的东西的。KP3， 我十年前最喜欢的效果器，我曾经有过四五台 cosplay 都卖掉了，只剩下这一台，我有 cosplay 一二三代，还有 mini。Translator， 对吧？但这台还是在留着。Yamaha SU700， 它是二十年前吧，出了一台取样机。它其实那时候的功能其实还蛮强的，对吧？它的好厉害的地方是，它其实有点像是 Ableton Live 做成硬体，但是因为它是独磁碟片的，所以非常有点难用。 NPC 3500，看一下。好， NPC 3500基本上它就是一台功能超强的，就是也没有功能超强啦，大概四年前的电脑啦。那就是它可以，因为我很喜欢取样机，所以我买了多 NPC 跟 ES1 拿来自己去摆这个东西。对，然后它其实是NPC 5000的 prototype， 好，如果你有在玩什么嘻哈的，我就知道了 NPC 5000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全部 all in one， 就是可以全部做完，但我很少在用。对，好，这边有一堆，我大概应该也不会再用到的效果器。好，因为我现在是弹吉他，其实我还是对效果器蛮着迷的，就是看到喜欢的效果器，还是会忍不住花钱买一下，对。像这些我很喜欢的 Flabby， 哇！基本上对我来说，其实还是需要，就是比如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啊，就是可能没有玩过真的效果器，就去玩乱效果器。那其实我还是就是你还是需要知道这些效果器本来声音是什么，你才有办法在软体上面就是再现这些声音，对吧？所以我觉得电吉他对硬体对声音的感觉还是需要去找本来硬体的感觉啦，对吧？那我现在会买效果器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除非那个效果器就是我软体上面做不到，我才会想要买，就是买硬体，比如说像这个，我以前就想说，我想我吉他弹 organ， 那我的软体怎么样做不到，后来就买了这台。对，现在的确是软体效果器也没有长得像这样子，但是自从我有 MIDI 吉他以后啊，就被我放旁边，就从 pedal board 上面拿下来了。那有一些曾经很厉害的啊，像这台，对 ，Eventide 是一个做效果器很有名的公司，然后 Pitch 的确是有很多就是很多其他的厂商或者是 plugin 做不出来的。
关于好的 production 啊，对我来说其实是就是，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会找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可以打动到我，比如说编排的形式、拍子、音色的运用，那当然还有旋律的变化，或是它采用的元素。对我来说，其实反而是声音的快乐体，它是就是比较次要了。当然，一首歌曲如果快乐体好，那当然是相辅相成，这首歌当然是变好听。但是如果就算是它，如果它很有趣，但是快乐体没那么好，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重要。那我会每天花很多时间在 SoundCloud 上面，然后就是去找新的声音，或是新的曲式，或新的 artist，就是我会喜欢的。然后再就是。好，说难听一点，我有可能会偷他们的 idea 来用，或者说，我觉得这段不错，我会下次作曲的时候，我会试试看，就是把这个用上去。取样对我来说其实很重要，就是我其实就是听到这个唱片，我觉得这个鼓的部分，或者这个旋律的部分，或这个 bass 的编排方式很帅的时候，我就把它剪下来。然后我可能会用，就是当我要完成一首新的曲子，当我没有任何的设定的，就是预定的，就是样貌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部丢进去。当我自己在创作我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会就是不会预定说，我今天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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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就是我就是可能就是想到什么我就丢进去，想到什么我丢进去。那譬如说像我上一张专辑，我可能有些曲子就做了好几年。当我想要这个动机，我觉得它还不错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完成它，我可能两三年后再翻出来，我觉得这还蛮帅的，那我就会再继续把它做完，对吧？那这大概是我就是对动机处理的方式。